再见。要我一边讲解吗？好啊。因为我刚刚已经先从眼睛开始写了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然后耳朵，然后再来就是整个脸嘛，脸之后呢，再来是整个头，就整个头发这样子。那因为宝贝的头发基本上，宝贝他不会很脏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帮他洗了这之后呢，很快的就可以用你身上这个脚直接把它包住头，这样子可以先把他头发先擦干。好，不用等到说全身洗完之后呢才擦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吼，怕会有点晚这样子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先用这样子，先帮他的头发先擦干。嗯，舒服，不习惯了。因为他还蛮喜欢洗澡的耶。嗯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我要下水咯。好，然后要下水之前呢，可能怕说小朋友会吓到的话，我们会先用一点水，有没有？先用这样子，先在他的身上先大打，就是给他压一下，跟他讲说，哎，要洗澡咯，哦，要洗澡了，然后有点水，这样子。好。嗯。然后呢，妈咪，我们去下水咯。嗯，不是，这是两。妈咪 OK 吗？还是说要坐一下？正面反正面正面背面都可以洗，只是说如果宝贝他没有哭得很大声的话呢，没有很紧张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洗他的正面没关系。好，可以先洗正面没关系。好，然后手的话我就托住。好，用你的手，然后不然的话吼，你就是用，半分钟，坐着，好，这样子也可以，有没有？这样子让它这样也可以，好，就是手在腋下这边，好，可以吗？快，等一下，不要紧张，放轻松，好，很想吃是不是？哈，因为我刚变了，好。好，那通常如果宝贝比较扭的话，我通常会直接就是固定他的头，这样子，因为这样我才抓得住他，拖住他的脖子。好，来捏捏，捏捏，洗澡哈，最舒服，洗澡哈，手洗干净。一次过程呢，大概就10到15分钟，也不用让它就是泡在水泡太久。好，然后如果说你还在洗下半身的时候呢，上半身给它冲一点水，这样才不会那个冷冷的。他比较喜欢洗背面的。指缝的话就可以洗得到，去帮他洗一下还有皱褶的地方。哎，宝贝，你在洗我的手啊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就洗好了。好了，洗完了啊。那起来咯。结果全部包起来。那家里的话也应该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上下，哎，对，就是一个。这个好像有点会不会太小了？
这个太小，如果之后的话，可能就需要用比较大的那个脸盆，或者是说直接就是做的那种有没有洗澡盆？有没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可以做的那种？